lady just need a blanket. I need you to apologize to her right now, or I will make a complaint about you. 唔好紧啊，小姐，你好好甲服务人员讲就好啦。阿姨，我只是咧甲伊讲道理尔。做服务上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袂当看袂起英文不好的人。而且这汤啊，本就是应该提供的啊。Cool. Excuse me. Please bring the lady a blanket. Thank you. Okay, wait a moment.小姐，真多谢你呢。没啦，麦客气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captain has turned on the face and signal sign. We are now crossing a zone of turbulence. Please sit down.好人姐，我你想坐这位哈，段牛应该真紧回归。谢谢。战斗波一般不稳定的起点，回到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，谢谢。麦金丢，我相信咱没有代志，一定当平安度过。咱今嘛马上是历劫重生啊，对不？恁这些人今嘛讲话是拢真难听哦。我的年纪应该当初的阿姨啊，佮叫我姐姐。多谢你拄只跳到战线。免客气啦，迄应该啊。你是帮助别人呢，而且台湾人就是爱听台湾人啊。那会当佮你交往一个联络的方式。我伫台湾无啥朋友，那首先问题敢会当问你 ？Sure， 看你有啥物需要，我等下给你一款好用的 App， 保证你真紧就会当了解台湾啦。哎，这，Jimmy，Jesse， 多谢你无去向我这阿姨安尼个交流。我看差不多要冷定啊，我就先回去我的位啊。谢谢，来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总算是记着你啊！你敢知道我后后我念想你，大家拢就想就想的。那个查某，敢是林子倩？妈，无你想怎？看你鬼哦！别！啊，不是哦，卖我别乱讲话啦！我甘愿去看到鬼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伊啊！啊，那个查某应该不是林子倩啦！啊，伊早都唔知影走去倒位啊，哪有可能出现伫个遮？